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带领大家练习身体素质，也是会分为四组，然后呢，每组呢有不同的动作来组成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我们会尽快的给你们做解答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在开始前呢，我先带领大家做简单的热身。好，开始。好，讲完。好。身体素质主要是练习我们的腹肌和腿部力量。现在介绍一下有哪四种动作。第一个，看一下啊，撑住，然后往下，脚往上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两手，然后用肘去碰你的膝盖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第二个动作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第三个动作。嗯，第四个动作呢，跳。然后绷脚，这样子，啊，一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，二，三，后两个动作呢，主要是练习我们的大腿的力量、爆发力。前两个动作呢，是腹肌和上身的一个支撑力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做12个；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做20个；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同样是做12个；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做10个。然后总合起来为一组，我们今天做4组。好了，准备开始吧。好，来第一组，我们准备开始。三。休息30秒，然后呢可以喝一点点水，但是呢不要喝太多。我们进行第二组。
加油了，两手不要分开太大，和肩同宽就可以。好，走。第三组，加油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就是动作连贯性，这四个动作必须连起来做。还有就是中间的停顿不可以停太久，喝水呢不要喝太多，这是我的建议。今天呢我们做了身体素质的训练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大家一定要活动开，还有注意安全。在练的时候呢不要图快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清楚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随时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做回复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